7纳米的制程， 包括ASML 的这个 EUV， 这个 EUV， 进给这个中国， 这些都是想要压制中国的这个半导体的产业。 还有 iPad， 就是 这个美国在主导推动的这个太平洋换太平洋的这个协议 iPad， 那台湾并没有被加入这个，所以我们单独美国跟台湾单独谈。